本节目由爱他未来有备而来的爱他美品牌独家冠名播出。我是一个非常懒的妈妈，我其实懒一点好。对，妈妈懒着，小孩越独立。骑着马回家，耶、yeah ！我希望我孩子独立一点，我们家孩子太黏了。不好香，我就怕他会有恋母情节。七宝愿不愿意？你愿意给他们唱歌吗？打开腾讯视频 APP， 首页搜索不可思议的妈妈，更多幕后精彩花絮等你来看。本节目由燃烧吧小宇宙探索体验闯世界的爱他美品牌独家冠名播出。爱他未来有备而来，感谢首席合作伙伴补钙专家美国迪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科学补钙选迪乔，宝宝长高不是梦。欢迎收看腾讯视频播出，乐颂传媒出品的《爱他美不可思议的妈妈》。不可思议的妈妈潮妈萌娃招募开始啦！如果你家有萌娃，如果你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妈妈。关注微信公众号乐颂传媒不可思议的妈妈，赶紧打开报名通道加入我们吧，跟何洁、叶一茜、蒋丽佳一起讨论育儿难题吧。燃烧吧小宇宙，燃烧吧小宇宙。成长营的宝贝们在经历了几个成长任务后都有了不同的进步，小亮仔更加独立了，问问越来越坚强，七宝也开始学着照顾别人，妈妈你饿不饿？而双胞胎和静静就是摔跤的决赛，好，比赛开始。一，后腿，四分。哎呀，刚才是不是有一单剑着地？有两分，看一看这位老将能否翻盘。冠军争夺战是赢得最轻松的一场。不要再打人了，爱人不是这样表达的，爱其他人其实有很多方式，打真的会瞎牌了。但看书上面说他这个年纪的阶段还是不是只有他是这样的，那我还觉得比较放心一点。与此同时，成长营也迎来了神秘的新客人。Jackson 周嘉诚，人小鬼大的混血宝宝，是马天宇、易烊千玺争相宠爱的超级萌娃。周嘉诚，妈妈跟你说件事好不好？周明义，懒人式育娃的不可思议妈妈，小炸的私人服装设计师。两位新客人的光临又会给成长营带来怎样的惊喜呢？妈妈跟你说件事好不好？什么事？
就是你要去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到那里那个大本营里面呀，有很多小朋友哦，悄悄把他们叫起来，然后叫他们集合到下面那个厅里面去集合，好不好？你要完成任务，妈妈才能过去找你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可以了。起床啦！起床的哦，叫我们起床的呀。嗯，哇，真棒！你多少岁呀？三岁。三岁哦，那他是弟弟。我快要四岁了。快四岁了，对不对？啊哈。你们差不多耶。你去看看他头发是不是假发来的？不是，是真发。但是我的睫毛是真的，我妈妈的睫毛是假的，假的。别这么黑你吗？黑你吗？真的是假的，真的是假的。我妈妈是假的睫毛，我是真的睫毛。Hello，我是 Jess 妈妈。哦，欢迎 ，Jess 的妈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ss 妈妈。女儿想我，你的表现好哈。因为我以前没有做过，想突破一下自己，也就是为了给小孩子看，妈妈比以前要优秀。你去跟七宝玩好吗？妈妈，你看七宝在这。你干嘛呢？别紧张，我看这里没有什么好吃的。哇，有好多蛋糕耶，想吃吗？这次没有带很多零食吧？也有带，带了好多八宝粥。妈妈，哎，来，快点，小亮子，你叫小亮子？小亮子。喂，我能听清楚一点点。好。那我跟你说呀，亮仔在学校这边有一点问题，然后请假不是很好请。嗯，然后呢，我们准备过两天再过来录，这一期我们就不能过去了。哎呀，超可惜。那到时候见啊。好，到时候见，拜拜。鉴于孩子和妈妈们这段时间的优异表现，成长营即将开放首个休息日，孩子和妈妈们可以去市里享受休息日，好好享受你们这难得的假期吧。哇，好漂亮啊。我脑子里面全是下午的画面，他们在那可以不用吵我们，然后我们可以优雅的说着八卦，还能吃个下午茶。我想我们中午是不是能吃顿火锅什么的。怎么吃火锅啊？这边快经费，啊，来把手机跟钱包放到这个篮子里。哦，两台手机没了。妈妈们现在会发放经费，这个是妈妈币，然后你们随机抽，这里面有不一样的金额。哎 ，Victor 帮妈妈抽一个 ，Victor 帮妈妈拿一个。300可以哦。哇，你看这多少？300。我不知道是哪。你第一个吗？不是。这不是我的运气。这是你的排名。Number one。嗨。哇，一百耶。100，你来这些好了。10块也不错耶！你这财富翻10倍，真的。500，5块。我们现在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要把他们放在游乐场玩，怎么办？我想要一，要么就是给他们个机会，让他们自己去赚钱。
小孩靠自己赚自己的门票费，我们也靠自己赚自己的吃的费用。看，现在好失望啊！我们不一样吗？到了。哦，你在这车上不一样。不一样啊。哎，你这样，我跟你牌跟我跟你把牌换了，然后呢，咱们到那个什么什么广场汇合。那个什么广场？叫什么广场来着？那个，咱上回那广场华发吗？华发叫什么？华发。华发，你坐公交车，你问问他公交车怎么坐到那边去的。哦，好的。公交车10块钱应该够。以为是可以组团一起出行的，结果没想到说肖姐第一个就被放下车，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感觉到说今天不会这么好过了。拜拜，走了走了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谁要跟我走？谁要跟我走？雅茹要不要？去跟七宝去。带陈雅茹是因为那天 Lisa 发烧了，能带一个就帮忙带一个了。何老师，就是你今天的那个钱。钱啊？哦，我们有钱。哦，我不想打开。真的只有一块。饿不饿？饿吧。饿吧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。跟着我走。我想先采访你一下，你有什么技能啊？比如说你会什么？我会唱歌，会跳舞。是吗？那一会儿我们就唱歌跳舞，给人家唱歌跳舞，然后我们赚点钱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觉得说我们身上没有钱，也没有手机，通过这个机会可以让孩子去尝试的去赚钱。等一下，我们到人多的地方去啊。我们先在这里把钱赚了吧。我看现在人很多，怎么样？你愿意给他们唱歌吗？你们愿意吗？七宝愿不愿意？不愿意啊。七宝你不表演我们就没有钱了。我们就没有钱，我们就不能去捞鱼了，我们也不能去游乐场了。你愿意是吧？那给大家唱歌好不好？想要做鬼脸。好， OK。 大家好，我那个是何洁，然后这是我儿子七宝，然后这个是Lisa 的女儿陈雅茹，然后我们现在呢没有钱，身上只有1块钱，然后我们现在这两位小朋友想要给大家表演节目，卖艺赚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先是小朋友七宝在做鬼脸。陈雅茹小朋友表演时间，陈雅茹你想表演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就唱个歌好吗？我们再了解陈雅茹一点鼓励好不好？妈，我很怕吵。不会。那这样，我跟你一起唱，然后我们唱一首你在学校里面唱的是什么歌？听妈妈的话。好，我们一起唱好吗？好，预备起。这是雅茹赚的，我们现在有15块了。谁喜欢看我表演？哎呦，这个姐姐买账。想啊，听妈妈的话。
两个从刚开始不好意思到后来张嘴就唱，真真切切的通过他自己的努力，通过他自己去付出的一些他自己的才能，然后可以赚到钱。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能够告诉他这件事情，就是说你赚钱这个事情是要通过自己努力的。谢谢，说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我表演的好吗？好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拜拜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，我们往里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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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00块经费，班长，我们去找陈雅茹跟何洁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搓一顿。我们之前其实，在车上有说，就是如果我们分开了，我们要去某某某商场去集合。当下我会想，何洁会不会想去找我们，会不会想先汇合？因为当时我们也说好，我手里有100块钱嘛，大家一起把钱放在一起来用。我们去商场，我觉得何姐一定会选择去商场。咱们先要去找点纸和笔。干嘛呀？待会儿我们想办法挣钱啊。世界上挣钱的事情，其实，对吧？第一，卖东西，低价进高价出，中间有挣差价。第二种呢，是出卖单位时间我的技能和手艺。我想我有手艺，哎，我会画画。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进了商场，就直接去超市看有没有纸和笔卖。告诉妈妈你要去哪里？我坐火车。啊，火车啊？你要坐火车呀？但是妈妈没有钱呢，你要跟老板说，你说老板可不可以坐个车？啊，多少钱？30，一个大人，一个小孩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钱，可不可以让他坐一次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姐姐。哇，好棒！哎，嗨嗨，我们又可以玩一次。再嗨，丹丹。嗨。说话的手往哪儿摆？丹丹才嗨嗨了。嗨，你要跟别人分手？哦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给你的。我只想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？我还搞不明白。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给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我好想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心情坏因为你不。我是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的在生活，你的生活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给我第一个，我真的你懂爱的，我想和你相处的风格。好饿哦，看到别人吃东西。我们要吃点东西什么的。我们可以吃一个蒸蛋。蒸蛋我们可以吃吧。再找一个吧。你饿不饿？但是它都有辣椒，好像不是很适合。有没有辣椒是吗？但我没钱。就经过那家店，然后看到那些香气就是迎面而来，就看着好香啊。然后静静也在看，人到那个时候真的会脸皮变得很厚，然后就问老板娘可不可以请我吃。二姐，你看我们都有小孩，
小孩一饿就特别可怜，是不是？对。他就觉得现在很饿，但是我又没钱，所以你看能不能请他吃个什么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谢谢你啊。所以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比较多。你以后长大了，如果能够帮到别人，一定也要帮别人，知道吗？妈妈，爱玩弟弟，爱玩弟弟。你要找弟弟啊？谁是你弟弟啊？什么人？不可思议的妈妈潮妈萌娃招募开始了，如果你家有萌娃，如果你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妈妈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乐颂传媒不可思议的妈妈，赶紧打开报名通道加入我们吧，跟何洁、叶一茜、蒋丽莎一起讨论育儿难题吧。人设外小宇宙，人设外小宇宙。你问问小弟弟愿不愿意当模特？你愿意让我妈妈画你吗？好。妈妈，妈妈，她同意了。啊？她又摇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她犹豫了。你多问几个人，你看，好，同意了。不用了，那谢谢。你判断的客户要精准，问问。对啊，首先他要有消费能力，第二呢，他要对艺术有一定鉴赏力。妈妈有艺术家吗？第三呢，他有到留这的时间，你看他买东西，他在这停留一会儿，他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客户，这叫客户转化，知道吗？你要不要我妈妈给你画一个符像？他说五分钟可以。好，那欢迎。我们是一个流浪画家，今天我和我女儿是流浪画家，所以我们就找模特来帮人画像。但是呢，这个画像是有要求的，就是我画完了以后呢，你要判断出我这个艺术作品的价值，付给我一点点点点钱，代表我的艺术有价值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了，那我就开始画了。好了，哒哒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同意了。哎，欢迎。哇，好了。谢谢谢谢。你是我读者对吗？对。你好像看过不可思议的吗？追着看，你有时间的话，我就快的给你画一幅。可以，谢谢。好，这画比较难，因为它一笔要画到。好了，画好了。来，哇，谢谢。所有的收入其实是我和问问两个人一块完成的。问问是当天我最大的销售，我和问问在这个整个生意里面绝对是一个团队模式，特别棒。好，我们今天成功，我们所有的纸都用完了，我们最后一句话也画。小宇宙。本节目由燃烧吧小宇宙探索体验闯世界的爱他美品牌独家冠名播出，爱他未来有备而来。耶、我们来到了梦想的商城。看着有人拍东西啊，有没有看到何洁他们呀？没有。楼上有人吗？没看到啊。谢谢。有谁见到了何洁？
探索啊，我们去探索。咦，怎么先下去了？什么情况？对啊。大象很无语，进不来了。上去。走了。看起来一脸懵。那个什么个情况？好可爱，大家反应是不是很可爱？赢了。你叫陈雅茹，她能听到。你叫陈雅茹，陈雅茹，七宝，陈雅茹七宝，大声点叫，陈雅茹七宝，陈雅茹七宝。请问有没有看到何洁他们呀？刚刚有人在一楼看到。刚刚吗？大概半个小时之前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一楼。贝娜，你怎么长得又肥又矮呀？我觉得我漂亮吗？你不觉得我漂亮吗？我天哪！小朋友能跟你们一起唱个黑曜吗？谢谢。可能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干嘛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录制一档节目呢，叫做《不可思议的妈妈》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被丢到了这个地方，身上没有钱，然后手机也被没收了，然后我们来卖艺赚钱，然后希望能够得到各位哥哥姐姐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享受在台上的那一瞬间，他很享受给很多人去表演。他虽然在下面让我感觉他是一个比较腼腆和内向的小孩，但是当他看到那么多人，其实他是有表演欲望的。我表演得好，我好不好？谢谢。哎，好，然后那边要说谢谢。好。我们现在可以去玩去了。何大宝，我当时看到 Lisa 就跟看到亲人一样，觉得说两个人在一起毕竟要力量更大一点嘛。我刚在下面找你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帮了我很大的忙，因为那天其实我特别不舒服，我真的有点照顾不过来他们三个，所以我觉得当时何洁帮我分担了很大一部分的责任。耶，你赚钱了对不对？给我戴一下，我想要戒指。你要那个姐姐，她可以帮我戴上吗？
帮我戴上。哇，好不好看？你真的有？那你问一下多少钱？你看你能不能买得起？多少钱？这个是6200。6200。说算了，买不起，我们买不起，我们等我长大了我再给你。你已经长大了。你已经长大了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爸，这里。现在我们钱都没有了，要去找工作的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哦，我们在拍节目，但是我们现在没钱了，我们需要打工来赚钱。可以在这里打工吗？可以。你会干什么？你告诉阿姨你。你说我会穿着衣服秀，给你拍照秀出来，可以吗？仔仔，你给阿姨穿他们的衣服，给做模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有钱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嗯，你本来就是模特，对不对？你说我是 fashion model， right？ 是不是？好，姐姐，好，姐姐好帅，好酷，好酷，好帅，好帅，好帅的不能再帅了。这是我听他提醒的。哇，好棒啊，仔仔。加上这件50块了，老板娘。对呀、啊，来，你好棒，你的坑养好，养起妈妈。耶、yeah. 嗯！加个坑在这里。谢谢妈，回家。看哥哥。我也想回家。想回家，想回家，好吧，你带我回家吧，求你带我回家，好不好？渴得要命，我都快要成了一个热狗。成了一个热狗啊！你问一下老板娘可不可以了？可不可以给我很多钱？可以啊。你要多少钱？10块。200块。200块呀、啊。爸，给你200块钱，你打工打赚回来的。嗯、你有说谢谢没有？谢谢老板。你要鞠个躬，仔仔鞠躬一下，亲一下好不好？亲一下好吧。哎呀，真甜呢。妈妈，我想尿尿。哦，现在的哇，这么多钱了，好棒！想尿尿。好，尿尿了。这里有洗脸巾。Hello， 嗨嗨嗨！你是不是演那个小鱼啊与花无缺的啊？那个姜育凤对吧？对。哦，我要拍照。啊！好了，给你拍了。你可以给我100块钱吗？嗯，为什么？这么有钱。我现在呢，因为今天我要完成一个任务。嗯，我现在身上呢只有5块钱，然后呢，我要一直到今天晚上8点，还要用这5块钱吃东西，然后坐车回我们住的那个地方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很需要赚钱。谁那么坑呢、啊？把你钱都拿走了。那走吧。你可不可以给我点那个？赚钱的机会怎么样？那你帮我卖衣服了。要不要买衣服？过来。可以。请看。来试一个吧。来试一下吧。我觉得虽然有点宽松，但是我会买大一点的。对。我也会买大一点。对。我觉得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喜欢吗？喜欢是不是？太棒了啦！那就可以。谢谢。多少钱？128。不要128吧，这个上面有打价格的。对。有打折吧？那就68。可以。那就可以了吧？太好了。谢谢了啊，谢谢。给我拍个照。我想出去接一下朋友。拜托你帮我看着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反正那上面都有价格的。嗯，好，多谢了。好，我们等外边的糖。糖没有糖啊，没帮你带糖啊。
糖吃了多会蛀牙的，我没帮你带。这个，这是我的。这个，你唱首歌我就给你。来唱首歌。白了吧，白了吧，哎呀哎呀，白的糖。唱完了。还有啊。好吧，只有一个。是的。嗯哼。好不好吃？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帮妈妈叫点小朋友进来买衣服？要衣服，要衣服，要不要买衣服啊？要不要买点衣服啊？我就想好好休息，然后拿钱买东西，也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有钱有时间。阿露，这个太难了 ，Victor， 你一次要嚼小口，知道吗？罗拉恰恰，罗莉拉，你看看你。没有大蛋，没有大蛋，没蛋糕，没有大蛋。听不懂。妈妈，我吃香蕉。要吃香蕉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已经吃完了，吃太多了，不能再吃了。我们，和你哥去玩吧。小孩吃饱喝足就是玩，最主要是天气很好，不冷不热，适合外出。熊大、熊二、光头强是小朋友们非常喜爱的荧幕形象。这一次，他们带着神秘任务而来。Young 和 Victor 能否通过任务，学会分享呢？哇，好多东西吃啊！还可以吃一点吗？啊，肚子饿了，还要吃那个。你给他吃吗？他好饿呀！不能，他现在就走不动路了。好饿，给熊二吃好不好？给俺吃好不好呀？啊！哇，这么多吃的！哇哦！呀，光头强，光头强来了。这个给我吃吧。那不可以吃胡萝卜。你饿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用，不用，你不能吃。哎呀！都要拿走了怎么办？不能掉掉，我再出去。不可以，放掉我再出去。你不敢，你不敢，你妈不敢。你不敢，你不敢，你妈不敢。扎进你的屁股。不生气，不害怕了，妈妈在啊。哦，来走，baby。来来来，亲一个，亲一下脸。阿姨要亲你一下，嗯。Young Victor， 听到先生跟我们跳舞了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跳起来吧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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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冬天假期刚刚结束，我还有点糊涂。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拜拜！哎呀，还吃呢！他们走了。他们去了。他们走了，对呀、啊。我们去了。对，他们走了。本节目由燃烧吧小宇宙探索体验闯世界的爱他美品牌独家冠名播出，爱他未来有备而来。我想麻烦你们帮个忙吗？就是你们帮我能打个滴滴，然后把现金给你，可以吗？回来回来。
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今天累不累？嗯。今天是你人生第一次自己赚钱哦。嗯。靠你自己的努力。嗯。你以后会不会养妈妈？嗯。你要不要赚钱给妈妈花？要。看到你们这很忙哎，我可不可以过来打一下工？可以啊。可不可以需要什么？需要帮手的，我可以怎样做？可以啊，拿个袋子刚好。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不可思议的妈妈，要不要支持我们一下？小朋友，有没有人要支持我们一下？是不是想选衣服？对。材料挑给谁的？哦，你要不要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妈妈这里，快点。你好，两位。这顿饭你知道感谢谁吗？嗯，感谢何洁阿姨。饿了吗？我们本来只有1块钱，我们出发的时候，何洁阿姨怕我们活不下去，给了换成十。妈妈跟我们换了，换成10块钱了。因为妈妈坐车去了商场，我们才能搞到纸，买到笔，然后我们就到门口去找模特，找我们的目标客户，然后找更多的客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要感谢何洁阿姨，那我们这杯敬何洁阿姨好不好？谢谢何洁阿姨吗？我的一天呢是从白手起家的1块钱，然后获得了天使投资人何洁重要的投资，变成了10块钱，这是我当天原始积累重要的开始。老板，如果你不送给我妈妈戒指的话，妈妈就不会做我老婆，所以你要给我妈妈一个戒指。有一次他爸爸跟我说我爱你，然后我就说我爱他，然后他爸爸说你是我最爱最爱的人，我也这么回答，然后他就说那我是你最爱的人吗？他就觉得可能就是老婆才是他最爱最爱的人，还是这样子。你说要哪个戒指？你妈妈喜欢哪个戒指？妈妈先是喜欢哪个戒指？这个绿色的。哇，那你刚才赚了多少钱啊？我想想，我数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。对，好像是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500。你问一下，看够不够？够不够？五。妈妈会不会喜欢这个戒指？这个戒指。不是，这里面的金，这里面的绿色。你们喜欢小蜗牛吗？你有看出它是什么吗？小蜗牛，小蜗牛。妈妈也喜欢珍珠的，对不对？珍珠是很纯洁的。妈妈也喜欢，那你给我戴上。谢谢你，妈妈很开心。蜗牛。从来不戴这种戒指、项链什么的，但是那天他给我买那个，确实是。妈妈很开心，谢谢你，来亲一个妈妈。我不在乎这种物质上的东西，我也从来不戴手项链什么样子的，这些东西就算是再贵重，我也没会像他给我买的那样。加了油。
来，我们坐后面，后面上车。你好，我们到海泉湾。肚子饿吗？饿。先闭上眼睛睡会儿吧。来，我们去把中午的钱还掉。老板娘，今天呢，我特别感谢你中午请我吃了饭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赚到钱了，我来还你了。你情何以吧，好吧。这次收工资真的是很难忘，就是跟平常不一样。老板对我这么好，我觉得世界上真的是好人比较多，所以当人有能力的时候还是要多帮帮别人。从早上我们的大恩人何杰跟我换钱开始，包括我的每一个顾客其实都在帮我，不同程度的不同方面的。你觉得就跌宕起伏啊，会遇到谈不拢的人，会遇到给你施压的人，但终究会遇到很多帮助你的人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不可思议的妈妈潮妈萌娃招募开始了，如果你家有萌娃，如果你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妈妈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乐颂传媒不可思议的妈妈，赶紧打开报名通道加入我们吧，跟何杰、叶一茜、蒋丽佳一起讨论育儿难题吧。人设吧小宇宙，人设吧小宇宙。家啦，昨天小朋友半夜是起来找妈妈了吗？行。哪个？七宝小朋友啊。我们现在三岁了，对不对？三岁了要学会自己睡觉。我想要拿这个风扇。好，要拿这风扇。那你今天不找妈妈了，自己睡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你现在闭眼睛，你拿着风扇闭眼睛啊。晚安。来，妈妈给你穿一下睡衣。试试。看着妈妈。穿好了，我们就可以睡觉觉啊。我知道，对对，等一下，对，怎么了？这里，真是太累了。我知道你太累了，好吧。我爱你，你爱白我。我是他们这帮里边的所谓的一个营长，对，是的。就疑难杂症你就来找我就完事儿了，然后你来这几天万一有什么不知道的呀，什么东西放哪儿啊什么的，你需要的话你找不到你就问我就好了。谢谢。我们这帮人都特别好处的。对，然后我熟了之后也会那种嗨得起来，就很嗨的那种。好，太好了。我们这边就是需要有点时间。我们家小的也是这种，还是有过了一个时间他就会连着你跟你那个很嗨。他特别独立，我感觉今天来其实他一点都没就是冲生什么。我的看法就是嘛，因为我比较懒，我是一个非常懒的妈妈，我觉得其实懒一点好。对，妈妈懒就小孩越独立。但是他就回来的车上，他说妈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不要生气哦。我说，他说我先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我说是什么？他说要我不要生气。我说你说吧。我喜欢亲亲妈。我说那对对，我说加克森的妈妈你喜不喜欢？我现在只喜欢亲亲妈，怎么办？他怕我生气嘛？其实没什么。我觉得好成熟啊。哎，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觉得，哎，我这个妈妈是不是太难了，让他们太独立？挺好的啊，我希望我孩子独立一点，我们家孩子太黏我了。是吧？但是黏你也有种。
种好处，就是给你感情会很深。我就怕他会有恋母情节，我最近是有这种焦虑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但是其实来了这节目以后好很多了。他来这节目之后，他就是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拼命哭，然后后来自己看完这节目之后，发现自己哭得还蛮厉害的，然后看见说自己哭不好看，后来就不哭了。其实我觉得上节目蛮好的，你让他们经历了一下之后，他自己还看完之后他自己会反思，我觉得特别好。这帮里边的所谓的一个营长，对，知道，就疑难杂症你就来找我就完事儿了。然后你来这几天，万一有什么不知道的呀，嗯，什么东西放哪儿啊什么的，你需要的话，你找不到你就问我就好了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这帮人都特别好处的。对，然后我熟了之后也会那种，我嗨得起来就很嗨的那种。好，太好了。对，这边就是需要有点时间。我比较小的也是这种，还是有。过了那个时间，他就会觉得就会连着你，跟你那个很嗨。他特别独立，我感觉。今天来，其实他一点都没就是冲生什么。我的看法就是嘛，我因为我比较懒，我是一个非常懒的妈妈，我觉得。其实懒一点好。对，妈妈懒，这小孩越独立。但是他回来的车上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不要生气哦。”我说：“但是我先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他说：“我说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要。”他说：“要我不要生气。”我说：“你说吧。”我喜欢亲亲妈，我说那我说家庭的妈妈你喜不喜欢？我现在只喜欢亲亲妈怎么办？他怕我生气嘛？其实为什么？我觉得好。眨眼走了这么远，只等着和你见面。时间为爱掉的眼泪是最温柔的慈悲。每一个天黑都沉睡一个明天，星星不再飞都住进你的睡眠，你的梦好美，风雪都变得香甜。六位妈妈们，我们设立了成长营的开放日，你们将会和两位90后的少女互换人生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我负天下，你是天下人。喜欢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。今天我们一起度过愉快的一天。大家好，少了谁啊？七宝。